大家好，我是范。今天我们要去爬长城，然后现在我们在东四十条的 C 号出口，然后我们要直接去搭一个直达慕田峪长城的一个巴士。现在已经上了这个巴士，然后我们先要直接去慕田峪。对，那你是小婷还是老婷？是我们太快。中国人叫红鳟鱼，韩国人、朝鲜人叫平太鱼，那就是平太鱼啊。这平太鱼，咱上完洗手间以后，大家保护啊，咱前面这个大牌子别等我就可以了，好吧？我刚下了巴士，然后我们现在要进这个慕田峪，然后通常我们搭那个木巴士，它是可以直接上山到景区的，但是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，进景区以后要先上到景区门口一块搭摆渡车上去，不然疫情之外的时间其实是巴士可以一路到景区上面。对，那我们现在就准备进去。我们现在上了这个摆渡车了，非常的密集的人。这是一个地图，现在在前往一个缆车的路上。还蛮多人的，其实比想象中多。那你知道我的关注大概有多少人吗？猜一下。几万。几万。有点差距。是多还是少啊？你猜啊。这样子，我给你提示。3,000，三百，34个，他打个球，还没走到缆车点，我已经快不行了，你还行吗？还好。这里。再见了，在遥远的那方。越野过去。对。五A级。可以隐约看到一点东西。现在大家都在这里拍照，拍完差不多可以走了。是往上走。大爷，大爷。哇！哎呦我去！对，我们搭着缆车上来，所以我们现在在14号烽火台开始，然后一路上往前到20烽火台，然后后边是从1号开始的，只是我们已经算是赢在起跑点了。我们直接给它爬起来。这是第14号烽火台的一个涂鸦房，是官方认证可以在这儿涂鸦的，除了这儿就不能涂鸦了。各种字，出了这儿，旅程就正式开始了。
600多年，哇！大量的人，走一下就来到了。哦，这是电影景点是吗？在这儿拍的。行吧，这是第15号烽火台。想象一下，几百年前有人在这儿戍守边疆，搞不好敌人从下面这样爬上来。我觉得来这种古迹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，就是别人几百年前古人在这儿干了啥，然后你现在来到同样的地方，就觉得特别的有意思。回原形是吧？对，他每次要给我固定好位置，他取好景，然后他手放到你看，快来拿，就这个位置，然后我再去拍。啊，其实这边还是很多这种小阶梯的，我以为是就会都是会是平滑的。哎呦，还是靠烽火台呢，就有些小阶梯什么的。那现在爬一个烽火台，觉得还这我还没最高，还挺轻松的。这样对，就是要高点才能防止外族的入侵。下去。哦，它阶梯不是平的。哎呀，最后的一个魔王关，上去这就是20烽火台。现在等你，你直接不行了。我现在爬了大概1/3吧，近在咫尺啊。哎呀，刚刚最后这一段没拍，没录到。挺高的，挺累的。刚刚最后那一段70多度，然后手脚并用爬上来。啊，上面这是野长城啊，没有经过修复的，禁止翻越。然后有个保安在那儿看守着，被砖墙给砌起来了，有点可惜。人在这野餐。
山的路上就不录视频了，不然会以一个远高于平均的速率下山，这样不太行。先等他们上来吧。那你应该见怪不怪了吧？嗯。你这个吵一吵。对，我靠，这真的是非常的少，非常的。对啊，我们离近点吧，不然你。对啊，我滚下去。对，滚下去会有太多冲击。对，一点点的还行。哦，下来了。我操！我刚刚其实已经到缆车那儿了，只是做了一个错误的决策，决定继续往下走，现在要真的要回去了，快点走，下雨了，快逃，只能为自己。